有朋自远方来，色远必周。很多人怀疑我的驾驶技术是假的，正好今天有个粉丝千里迢迢过来打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我们的粉丝啊，来，大哥您怎么称呼？我免贵姓袁。袁哥，我们贵州方言人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。希望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，如果大家有想跟我们合拍或者私下聚一下的，尽管私信我，我们是非常欢迎的。也特别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厚爱，果然把大哥之前的酒店承诺过后，三下五除二就把车开出来了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把酒店放了之后是什么样子的，到底哪些地方跟之前有所不同。厉害，相当厉害。袁哥，这是你相信的吗？相信了，相信了，亲眼看见的。这样子，袁哥，你远道而来，我去帮你把这个地址整一下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吃个饭。走，上车。可以，可以。